一九九二年，号称天下第一大帮的新义安决定进军日进斗金的澳门赌业。向华强、向华胜、向华波三兄弟带领着人马前去澳门投石问路，为新义安开拓了新的地盘。 向氏兄弟刚到澳门，便开始在各大赌场、娱乐场所安营扎寨，抢地盘，插旗，全面争夺各赌场的放水、叠码、治安等业务。九零年代正值澳门博彩业蓬勃发展的时期。 各赌场呢可以说是肥得流油，也引来了港澳各大帮派社团的觊觎。新义安当时人强马壮，在香港堪称第一帮派，实力强劲。在此背景之下，没有理由不向澳门赌场发展。 澳门的黑社会社团虽然呢多与香港一脉相承，然而呢规模上比香港要小得多，因此呢向华言考虑这些因不足为虑。在澳门想要在赌业上分一杯羹或是运时，首先呢得经过何鸿生，因为呢人家手握独家博彩牌照和经营大权。 向华严的父亲向前，过去呢，与赌王何鸿生有一些渊源，所以呢派三个兄弟去前。向华严亲自写了一封介绍信，嘱咐向华生、向华强等人要先去拜会一下何鸿生。时年四十多岁的向华强带着向胜、华波三兄弟一起去拜会了赌王何鸿生。赌王的向家自然也是了解的，一见向华强兄弟就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跟你们父亲曾经有过数面之缘呢。” 三兄弟对赌王的尊敬有加，赌王也是非常有长者风范，表示张开双臂欢迎他们来澳门发展。像是兄弟从赌王办公室出来，自认为有澳门赌王的支持，便放开胆子率领手下开始在各个赌场开始插旗立威。他们不知澳门赌业百年，各大赌场名义上都是恒洪生的天下，实则各帮派的势力均在赌场有利益分配，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。 秩序井然，现在突然来了一帮香港新议安，直接要抢地盘插旗，这自然会触及到澳门本土帮派的利益。向氏兄弟的行为触动了新崛起的澳门十四 K 某人崩雅区的利益。 当时的普京等大赌场的放水、保安等业务都是崩牙驹一伙人在做。现在向氏兄弟直接想从虎口夺食，惹得崩牙驹勃然大怒。双方呢，在一天夜里，就在普京大酒店门前的大街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火拼血战。崩牙驹率领了数百名十四 K 成员，突然间向向华强三兄弟包围。当时的三兄弟正在附近排档宵夜，也没带什么人。被包围的时候，马上就有人溜去走报信了。 很快，新一安的人马闻讯紧急赶来，无奈远不及蹦牙居地头蛇的人多势众，双方很快就爆发了混战。向家三兄弟都十分的能打，这得益于父亲向前从小便要求他们必须练武。向家三兄弟背靠背，顺手抄起了凳子，硬是带领不到百人力抗了十四 K 两三百号人，战况十分的惨烈。其实呢，早在十四 K 大队人马一出现时，就有小弟溜走。 向香港方面电话报了信，新义安高层很快就知道了情况。林江、林胜兄弟快速集结人马奔赴码头，一个多小时就赶到了战斗现场。当时呢，向华强三兄弟均已受伤，小弟死伤惨重。林江一马当先，手持开山刀杀进了重围。 临江、林胜兄弟俩呢，带领着几十个精干刀手，围成一圈将，将项家三兄弟护在中心。这一战，直杀得天昏地暗，血流成河。崩雅居十分的勇猛，然而身高马大的临江也不是吹素的。最终，崩雅居的手臂大筋被临江一刀砍断，这才住手。而此时，新安的第二批人马也已赶到，崩雅居捂着胳膊，这才停止了战斗。 林江、林氏兄弟随即赶紧带领着人马撤出了现场。这一次的冲突是有史以来十四 K 与新义安在澳门地界上最激烈的一场大规模的厮杀火并。此后呢，双方都开始心有余悸。 金一安从此全面撤回香港，十年间未再染指澳门赌业。而林家兄弟赤胆忠心、拼死奋勇护主的行为，也是广为江湖上所传颂。二零一二年，林家三兄弟的大哥林景去世，向家斥资百万为林景举办隆重的葬礼。 之后由林江接任新义安大总管之职。林景去世之前嘱咐两位弟弟林胜、林江，要牢记只为向家效命，不能够有二心。新义安龙头只能够由向家人来做。最近呢，向华强夫妇申请拘留台湾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。台湾岛内的媒体以及个别人士更是借此炒作，声称向华强来台湾居住是别有目的的。对此呢，向华强前天晚上在孙女百日宴上明确的回应。 我已经七十三岁，上了年纪了，还有点钱，怎么可能会去做特工呢？向太陈岚更是哈哈大笑，就算要找，也应该找一些不显眼又年轻的人来做特工吧。 岛内的媒体和个别政客向来喜欢捕风捉影，滑稽非常，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，早已经见怪不怪。长期以来，因为向华强家族的特殊背景，导致了媒体特别喜欢拿向家来说事儿。这些年来，向华强一直极力的保持着低调的作风，就是不想惹是生非。向华强早在二零零零年之后便彻底的退出江湖，与黑道社团再无瓜葛。可是这二十年来，网络上仍然是把他写成黑道大佬。对此呢，向华。 强表示很无奈，向太则是很气愤和激动。就拿这一次申请居留权的事儿来说吧，向太说道：“因为儿媳郭碧婷喜欢住在台北老家，向祖和郭碧婷又是在台北领的结婚证，并且呢小孙女也是在台北出生的，所以他们二老就想顺便申请个移亲居留，这样来往比较方便。原本是一件很简单、很合理的事情。” 却被岛内的无良媒体大肆炒作，导致他们的申请遭遇了重重的困难。其实说起来呢，向太陈岚人家的本来就是地道的台湾人，是后来与向华强恋爱才跟随来到了香港的。所以呢，人家申请回台湾居留权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。向家能够一路走到今天并不容易，向华强也是上了年纪了，想折腾也折腾不动了。好在儿子向佐还是比较争气的。 在二零二零年成功当上了全国青联委员，走上了事业的光明坦途。这也是向华强所希望看到的。向华强有三个子女，另外两个就是实在是没法提了。小儿子向右从小顽劣成性，飞扬跋扈，到处惹是生非，后来惹祸还去做了几年的班房。女儿向海兰更是没有遗传到父母的一丝优点，胖得像头小猪一样，快四十岁了还嫁不出去。 实在是让向华强夫妇感到头疼。月有阴晴圆缺，凡事岂能够尽如人意？好在如今的向家第四代已经出世，这着实是让向华强夫妇感到欣慰。向华强只希望向家从第四代开始，不会再与黑社会扯上任何关系。他希望向家的子孙后代都能够清清白白的做人，坦坦荡荡的做事。